其中每天连连三个月以来，由昆山科技大厦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，有八成三的民众对台南的生活品质满意，对其中的市政也有六成八满意度。另外，民传大学的新媒体研究中心对去年十二月二五到今年三月二十为止，也将对六都的市中市政在网络的评价进行调查。结果，市中五贴整体排名第二，其中在交通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甲消防、公安，拢是六都第一。面对该项调查，吴伟条表示，好的部分感谢市民肯定和支持，依然会继续打拼，有需要检讨的部分则加倍努力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